今天强烈推荐这道白菜豆腐煲，色香味美，非常的下饭。冬天来一锅，暖心又暖胃。Day two， 准备两块豆腐，3块钱。把豆腐切成三角形，再切成三片。今天这道菜成本不足5块钱，但却。豆腐外香里嫩，而且很入味。一锅里有白菜、木耳、豆腐，简直不要太美味了。喜欢的小伙伴们赶紧试试哈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呗，我们明天见。